如今我们的山美水美，人的心情也越来越美了。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，鼓励共同奋斗，创造美好生活，不断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。龙若美的人，把星星拿的人，办人家国家台湾，可以上哪啥是哪哪，我啥是哪哪，我就是哪哪。在那朝鲜的话，他们摆出去的话，是来啦，在那手里是哪样，手里哪样。治国有常，利民为本，为民造福是立党为公、执政为民的本质要求。那么他说怎么称呼你？人民的勤务员。听到了话，感到了恩，跟到走，咱们能过好日子。江山就是人民，人民就是江山。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打江山、守江山，守的是人民的心。时代呼唤着我们，人民期待着我们，唯有矢志不渝、笃行不怠，方能不负时代，不负人民。